他们来飞一下。L3的这个飞行效果是要比 V3 好的，因为 L3 它的这两个下视觉是平的嘛， V3 的话是广角的，所以飞行稳定性是有区别的， L3 要好一点，但也只是跟 2S 啊 L2 那种一个同一个水平。L3还有一个是非常值得夸一下的优点，那就是它的上升下降速度提升非常大，甚至比 V3 还要快，从上一代的6米每秒直接升到了10米每秒，什么概念呢？飞到最高500米是吧，你6米每秒的话你得大概1分半钟，然后10米每秒的话50秒钟，它就到了500米，速度上的提升呢，也节省了不少电量、时间什么的。不过呢，这个都是体验上的区别。只看纸面参数的话，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。所以大家要是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自己上手买一台试一下。然后最后一件事，二手的只比新的便宜了1000多块钱，你觉得划算吗？或者这么说，新的比二手的贵了1000多，但只是点了一个激活的步骤而已，因为同样是有保险的，你觉得你会愿意点这个激活去多花1000多块钱吗？